随机乘五十六题。本期惩罚，每句话必须是八个字。啊？哪有惩罚？上期奥利给不睡觉了。对呀，先让小鬼头试醒一下。能不要太坏了？不要太坏了，还少了一个。我这一期我阳光依然是一万。花盆，摘心菜，白给。怎么又是白给？我就不信了。麻了，小喷锅，阳光锅，大蒜，仙人掌，金盏花。这玩意儿太闪眼了，处理一下。OK， 我懂。哎呀，怎么没一个好植物呀？茄子，又是你，无语。南瓜壳，荷叶。嗯，俄罗斯套娃吗？双头，吉利菇，豌豆。怎么又是你，茄子？啊，不是吧，可恶。嘿嘿嘿，天助我也，就这阵容我五群阳光就能拿下。小花姐又要受惩罚喽，多了一个字。撑杆可以通，是啊。那这样只能先吃玉米了。不行，吃掉喽。浦江铁门，哎，这球啊卡无敌了。中路防御林树已经拉满。梯子 nice， 能分出梯子就很美滋滋。大爷，大爷二号，拿来吧你。哎，完犊子了，斯利姑太碍事了。哟吼，竟然还把斯利姑给吃掉了。nice。辣椒，撑杆 nice。小丑，黄油伤害太高了呀。最后一个，小鬼头，就付了吧。下期惩罚记得哟。八个字就八个字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就下链支持我一下吧。